A group of artists tried to make a difference through their works to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feminism with powerful visual impact. They are pioneers trying to pursue gender equality in a conservative society through their artwork. Who's Your Daddy is an installation designed by a Chinese-German artist, Jenny Lan, to express her thoughts on Chinese feudal values. 这一系列作品嘛，都是真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传统观念呢，就是男性的家族成员才能就是传承这个血脉，因为这个传统的观念呢，很多的女婴是一个是选择性的堕胎，就是女婴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生，还有的女婴甚至出生之后呢，被抛弃或者被杀死，几乎是这一系列作品。 As a matter of fact, feminist art is diverse in many ways. Besides common art forms such a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there is also performance art, drama, literature, photo, and film. The artistic works are a very powerful way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opinions. The people interviewed, in addition to feminists, are also painters, curators, designers, and one of them, a film director. Chinese society does not have a positive image of feminism. This documentary may be your very first opportunity to get such a close look at feminists and their artwork. These works were intended to express things that are supposed to look normal, even though today they might look wild or be too much to accept for people. Our society has very strong stereotypes for women. Breaking these stereotypes and looking for equality is what these feminist artists are attempting to do.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ack in China, a young artist has been resorting to bold and allegorical means to satirize the patriarchy society and the phallus worshipping. Chen Yingyun, who also goes by her nickname Migo, identifies herself as a feminist artist. She has produced clothing such as hats and gloves, which are shaped as vaginas and penises. Migo doesn't like that people perceive sexual organs as something shameful, but at the same time an exciting object. How exactly did she become a feminist? 中国传统社会认为的女人适婚的年龄，对，然后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受到一系列的逼婚压迫，是，然后从逼婚压迫开始，我就开始就是反思自己身为女性的这个身份，就是为什么好像我身边的那些就是朋友啊，男性朋友啊，他们好像哎，同样的岁数，他们都玩得很嗨，那为什么？ 我只是我才26岁，那么年轻，然后就要开始就是天天被叨逼叨逼叨逼说，哎，你赶快找个男朋友，不啦不啦，开始被逼婚了之后，然后我开始发现啊，就是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就是我想象只要我够强，我够努力，我就可以跟身边任何人一样，但是并不是的，对，所以我就开始注意到就是女性就是生理的这个 特质，它的确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这个女性主义者，我就是天然的女性主义者，生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因为我是作为家里第四个女儿，我父亲的前妻去世了，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三个女儿了。我作为就是第四个女儿，而且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出生，可以说从自然状态上来讲，我就是个多余的。其实条件都不是很好嘛，就是大家不管是明着说还是不明着说，其实都希望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嘛，能生一个男孩。后来呢，确实是在我之后，我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就是等于是彻底的 让我成为一个多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就是几乎就是从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多余的，而且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我妈妈经常给我讲说，她把我从医院里抱回来的时候，我奶奶第一句话就讲，又是一个丫头片子，没用的丫头片子。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only men can inherit the bloodline. Therefore, women marry into families and give birth into the man's bloodline. That's why an innocent baby girl would be called a girl thief. Okay.
what exactly is the ideal society for a feminist? 一个女性以自主自立的来确定自己的生活，这个是最基本的核心的内容。至于其他的，比如说经济的独立，思想的独立，这个都是她的外向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它存在的两个，一个就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平等的保护，就是还有第二种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不歧视。第三个层次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女性的要求本身的要求，就是自己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不再祈求别人的怜悯，而是不要成为一个牺牲品，而且觉得就是自苦自怜的。我觉得好多人他本来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你一跟他讲你是女权主义者，他很惊慌的说不是不是。其实他们把这个女权主义想的有点就是，一说到一个什么主义嘛，他总觉得就是上纲上线的那种东西。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就问他两个问题就行。一个是你觉得目前的男女是不是已经平等了？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不是，那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那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是不是这种状态是不是应该得到改变？如果你答应该得到改变，其实你就已经是女权主义者了。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女性对自我的认识，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附属品，我们又是弱者，我们应该把自己变成内心的一个强者，这个是我们更高的要求。但是第一步是要求社会现实和社会给一个女性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这个现实，是因为她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她没有可能表达自己。希望追求的就是一个社会上性别平等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们不会去因为你是男性或者去女性去judge 你，去规定你一定要去做某些事情，或者是认为你不能去做某些事情。对，我希望就是社会就是能够以某个独立个体来看人，对，而不是就是非常简单的粗暴把他们归结为男性而女性，然后因为你是男性你就得去怎么怎么做，因为你是女性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去怎么怎么做。 The artwork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The artists convey their thoughts through art for more or less the same reason. 我觉得我作为艺术家呢，跟有别于社会活动家，就是我给自己的自由度比较大。因为我可以用荒诞的手法，我可以用非常的离谱的那种方式去表达我的那个想法，那我甚至呢偏离了现实甚至都可以。但是你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呢，你几乎你所采用的一些数据啊，你所些事实啊，就是应该是越正确越好。对艺术家没有这个要求，我真的是可以很放得开，所以呢就是这也是我比较倾向于用艺术手段来表达。比方说我就是可以把一些形象就是用来表现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形象，用非常夸张的一个手段，用视觉上看起来很刺激一种方式，可能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呢我用这种视觉的效果来刺激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因为我在我来看，如果真的是选择性堕胎或者是那个婴儿已经生出来以后再把它杀死，其实没有比这更残酷了。我用艺术手段，我可以用任何一个多么夸张的手段，多么刺激的这种视觉效果，我都觉得不是特别过分的，因为现实真的是比我做的作品还要可怕。我觉得艺术的表达还是让人在看了之后你还可以再深的去体味它，它会有一种隐喻还有一种预言的功能，就是你会就像读一个不是那么特别清晰明白但是会给你启迪的那么一个文学作品，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会里边会蕴含更深的内容。那我在做一些就是行为艺术的时候会吸引好多好多就是观众，他有的时候观众呢有的时候不是冲着我的理念来的，他只是觉得这个刺激的方式来的。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对我的那些行为艺术的那些报道呢，有一些就是从艺术角度上来报道，他有的时候是很严肃，有的一些报纸，有一些所谓的不是特别严肃的报纸呢，他们也感兴趣，他们也会就是用他们的方式来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就是我想要就是越
制造越大的社会效应越好，然后这个效应之后呢会产生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讨论，只要是讨论总是好的，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呢我当然是希望能得到一个积极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它既然就是已经引起社会的重视了，我的第一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人们不停地看不停地读，然后可以有更多的东西被召唤出来。其实我选择以生殖器或者是以就是更当代的一些方式来创作我的作品，其实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我的作品不是那么容易被市场接受的。 Unable to gain recognition and make a living by her art, Miko has to take design jobs not in her real area of expertise like logo design. If there are not enough freelance design jobs, life can get much harder. She will stop at convenience stores to buy affordable food. 这个，你像我们做导演，然后在片场，很自觉的，就是你像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女导演她可能体力不行，然后呢，她可能就是现场的那个，气场不够，然后会给你很多，首先会给你固有的去设很多的圈套，所以你要去打破别人的一个思维是有一定难度的。而很多人就在打破思维，觉得就是有这样的难度，他去想去做突破第一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难度。另外就是第二步，就是当你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被周围人的一个否决之后，他又是第二次的冲击。那么第三步，他连第三步就是说被认知这一步都他都走不到。In Chinese, feminism has two translations.女权主义 and 女性主义。女权 means female power or female rights, while 女性 simply means female. Therefore, Chinese feminists tend to call themselves 女性主义者, which sounds less aggressive and more socially acceptable, although it takes much courage in China for a person to label themselves a feminist. What exactly does establishing the label of feminist mean? Angry woman.然后就是很生气，然后要和这个社会反抗，然后喊男人都去死吧，就是此类的这样一群就是女妖怪的形象。对，意味着你被边缘化呀，很孤立，然后没有人理解，就是你会被妖魔化，觉得你是一个暴躁，然后就是专门想要跟男人斗争，然后想要压制男人的那么一个，然后都是丑女。就是国内对于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一些奇怪的划分，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应该算是我同行艺术家里头最愿意把女权这个标签往自己脸上贴的人吧。就是我接触的很多我身边的女性艺术家都不愿意往自己身上贴女权两个字，你都再贴标签没有意义。但是都没有标签，就从来没有的话，你贴一个是有意义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是需要你清晰明白地表达你自己的思想想法，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而不是模棱两可。有时候模棱两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There are so many risks associated with being identified as a feminist. Even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has always been a rare thing for these feminists. Sometimes even their loved ones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fighting for.还是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我家是怎么说，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我妈妈希望的我就是一个非常，以她的话来说就是正常的人，以她的希望来说就是也是，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了，孩子应该已经有一个了，可以准备生二胎了。对，就是像身边的人一样。家里人是没办法理解我的，所以在学校里边我做什么，别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有的时候觉得挺，就是孤立无援的感觉，就是独自的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几乎不谈我的创作的事情。就是你没有那个同伴嘛，没有同行者，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比如说，还好一点，但是很少，在女权主义这个层面上。我当时考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是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嘛，就是感觉就是光宗耀祖啊，就是名牌大学，然后他那个时候感觉他还挺以我为豪的。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整个画风就是一转，就是觉得啊，我好后悔送女去读艺术院校。因为就艺术院校
就你懂的，就是比较自由，然后而且也会就怎么说，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独立思考，而且就是离开老家，然后独自在北京，就是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成长、自我独立的一个时期。原生态家庭是对我做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不以为然，他们可能是从来也没有觉得体会到任何一点意义。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家庭呢，就对我是全力以赴的支持，所以是两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Being a pioneer and initiating a change in society does not grant these women a good reputation. Most people in society, in fact, hold a hostile opinion about such feminists. Why on earth are the feminist artists willing to take on these burdens to produce such artwork? 两种态度都是积极的影响。特别好玩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呢，就是我回中国的家的时候，原生态的家，他们的不支持呢，会刺激我。他们的刺激我呢，就导致我有更大的兴趣去做这些事情。我家就是从小到大家庭背景就还行，所以的话就是我现在的日子在我妈眼里看来就是觉得就是你何苦，就是明明你可以过上就是很优越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有三个孩子，然后那个三个那么可爱的孩子，有一个那么优秀的丈夫，又那么和睦的家庭，为什么还要非要去做这个女权运动？其实我说，正是因为我有这些，因为我有中国生活这个背景，这个经历嘛，这种对比呢，我就觉得我更有一种必要性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其实德国呢也没有就是十全十美啊，男女平等也没有做到就是理想状态，但是我毕竟有这个比较嘛，我就想至少这个差异先弥补出来。中国的女权道路是有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前景，但是要怎么发展，就是还是得靠每一个年轻人。改变中国的社会是我的最终的目标。那我老是在想，其实我在做女权主义的这个运动呢，我最感兴趣呢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我想我在影响年轻人的时候呢，我不想摆出来那种特别悲苦的状态，然后诉苦啊，然后抗争啊，因为年轻人，尤其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其实是想跟他们告诉他们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你又可以非常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我相信其实他有的时候人就像一种信仰一样的。不只是女权主义艺术吧，就是我想就是对于大部分的艺术家，反正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现在的艺术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是就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挖寻寻找。就是的确就是自己的小世界里头就是有非常多的素材，非常多的灵感，然后非常美妙的世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艺术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些力量，一起用艺术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改变。我特别希望就是能跟比方说电影界或者是戏剧界一起一起去做一些就是跨界的这些作品，这些作品呢它也会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然后会就是有更多的那个观众和更多的那个接触面。所以现在就很难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慢慢来吧，就是你能做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样，你能做事情的时候就做，做不了事情的时候你就蓄蓄你的力量等待着，你也可以写东西啊，不同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你能够出去的时候就出去，不能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就研究点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中心没有变，你这个想法是一直是在坚持就行了。对于中国女权这个发展呢，我是很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我看你看比方说我是70后啊，我看见80后的人呢，他们那个观念呢其实就有很大的进步，看到90后呢，那比那个80后的还要进步，那看到00后呢，那我就觉得哇很有希望了，因为确实是一代比一代更进步了，那这种趋势是好的，所以前途是很光明的。These brave and inspiring feminists fight so hard for what they believe in. We don't have to agree with these feminists, but we do need an open mind in a progressive society. Also, many of our rights don't just come from nowhere. A fight, no matter peaceful or aggressive, is sometimes necessary. At some point, we all need to become a pioneer. The question is, when exactly is the moment for you?